破案了，大反派是人类。你干啥呢？没有明确的。滚点点。猎杀是我的硬件本能。别吃。我们对霓虹灯上。先去插个烟的。点点。滚点。哎呀，这个三环没打出来，打出来他可老伤了。把药吃了，把炮车补了，塔下把他杀了。点一点点滚点，没杀了，那就算了吧。他挺害怕呀，他有啥好怕的？我都死了，我死了，你害怕啥？你说。还有十秒钟，等一下子。猎杀开始。对，塔杀这无所谓嘛，我只是尝试一下，能杀咱就杀了，杀不了这就是不勉强，好吧，不勉强。这里头有乌迪尔的啊。你能打过乌迪尔吗？打不过他，乌迪尔可老猛了。哦，来了个吸血鬼！哇哦！所有鳄鱼代码都必须被根除。大虫子好像掉线儿了。嗯，人没了。我知道。那你上线你就别吃。我点。我已经分析了原计划的全部错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起来也没用，我跟你说，你起来也得被我点死。我无限扛他你，除非你玩个 AP 的，一脚把我踩死，那行。你要没踩着我，我就点死你。哎呀，一个兵你也别吃。等原计划被彻底颠覆，点点点滚点，一个兵他也别吃，我们塔下吃兵。我不会轻易放开你的生命。他三级，他补了三个兵。像这种乌迪尔来也没用，我有双招。下一次迭代更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看看这大虫子人哪去了？怎么没了呢？天
搞得我下班想来个大虫子。我是原计划保研背后的真相。滚！当你切除了人性，剩下的就……我不可能在塔下待，小伙子，点，点滚，点，点一，点，滚疾跑开起来，跑快快，呀，哎，点，点。点点滚点，别我点着你啊！他二速血跑得有点快呀、啊。打个眼儿来。这不用回家，他没有蓝。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啊哈！没事，给大虫子了。哎呀，带个针眼儿。大招隐身反向走一下没用，乌迪尔能追上我。我没有二速还，他都二速还加熊形态，我们追不上他。他能追上我，不过没有关系。他14个兵无法改变，乌迪尔来就来了。我连眼儿都不给你，眼儿我都不让你插。这边塔下杀的，好吃小兵了，等的就是吃小兵了。这怎么又差一下？哎呀，20滴血，我靠！这也行？挣了20滴血，正好差了一把小长剑，感觉。我还以为又能 X build 呢，他什么时候碰着我的？我感觉他都没碰着我。
先吃个药。稍微先耗一耗他，我都想第一件就出绿茶，因为他跑得太快了，我可能有点追不上他。回家了。真的，我第一件绿叉吧，虽然打人不是那么特别的疼。哦，绿叉第一件有点傻逼，还是算了吧。确实有点傻逼，拉倒吧。我们还是正常一点。破败动工海妖，这都可以。我来找你啦，大虫子！这波我看你怎么走啊？来点点茶眼，上墙滚，点点点呀，点点 点, 点滚，挺烦人的。啊，他挺烦人的无敌人啊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带这个眼。哎呀，但是吸地有点长啊，150秒，那不行了。我就不交闪，乐意，你管着吗？啊！我就不交闪，怎么样？不赢吗？上塔不要了，攻速有点慢。确实攻速有点慢，攻速再快一点。先回家，攻速再快一点，下边让那乌迪尔跟那大虫子俩人一块来。俺们秀他俩一手，也就1900来滴血，也没多少血。
捡小兵了。小黄毛零杠四啊，其实要玩唯音，我觉得我疾跑比闪现重要，这怎么的呀？再见。点点点点滚点，要吃我，那能吃得着吗？哎呀，那时光老头有加速，可太膈应人了。你把这老头点死，打老头，杀杀杀杀杀杀杀，把老头杀了。老头有加速，哎呀，可太烦人了。快点把塔拔了，我来个吸血。能量水平已稳定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机器永不停歇。我先来打个红，跟队友走一波吧。那吸血鬼都嘎的赖克了，他们不杀，我杀五啊！哇哦！吸血鬼的虚区有点高，我站机器人旁边，让他保着我一点。先把塔点了。我把那个大虫子杀了，对，点，然后点一下，点滚，点，点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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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的呢？该我追你了吧？啊，该我追你了吧？靠！没点出来。没办法，他们老这么玩，打我脸上就跑，跑就得我追，我一追我就上当。把破败出来，重新维持特征。气得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我知道他。
还有个人在那儿，哎呀，你也就操，你也就意识强，操作跟不上了，年纪大了，你知道我意识强就行，下回别跟我犟，行不行？嗯，既然你承认了，下回就别犟。你别往我身边靠啊，这炮车你要不打一个，你看我对你多好，那乌迪尔今天我势必要杀了。打老头，你给我一走，点点点点，哎，这人头一个都没有啊，我靠，拿下，进。